旧约圣经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，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。耶和华的树荫让人好行，也无参油分在内面。耶和华的树荫让人好行，也无参油分在内面。第二位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。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是来讲，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惹的，也是安尼。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惹的，也是安尼。以上，咱再来邀请